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今日变收看哦，因为咱这个视讯有拍开哦，啊，这个咱所报道人播放听众朋友哦，早些这个时间呢，准时听咱报道真无闲，今日伫咱的这个节目现场呢，好，恁一定爱来这个收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差不多已经有三档的时间，伊无出现伫大连的节目当中，伊太无闲了。不如讲顶届我有去伊的这个演唱会，看一个舞台顶咧唱歌吼，啊，佮本萨克斯风。哦，小弟是感觉非常的感动，这就是咧咱的台语天王翁立友大哥来喽！哎，大连人好久不见，是是是，各位好朋友大家好。哎，立友哥，这个哦，顶届我去看你的演唱会了，我心肝内面就已经感觉吼，这个非常的感动。你然后咧，我会跟你讲吼，迄一天其实我印象上深的是伫我等下出来了后，因为咧半暝三点半，立友哥有回我短讯。对，你一个一个这样回到三点半，我真正嘛是对你就佩服的。不会啦，其实因为我感觉讲，这是咱做人上加基本的，一个礼貌。是是。啊，再来一点来讲，我就珍惜像大恁的这款的好朋友，啊，甲少年人啊，因为会爱听台语歌的吼，像你有安尼，讲真嘞哦，尴尬上敢那愈来愈少。对，啊，佮要坚持伫个推广，讲台语，唱台语歌，诶，即款的勇气佮精神，这个坦白讲，越来越少，好像越来越少人了。无啦，你圣公吼，我们要这个诶，这个诶，结为帮派，他们结党成群呐。那个我上那个有时候上一些像宪哥的节目啊，因为宪哥的节目都是这个年轻人看的比较多。对。有一次啊，最近也是在宣传《我做你的客串》这一张专辑，刚好跟那个康哥，啊，我就讲国语嘛，啊，伊就讲啊，你明明都出台语的，你搁去你讲国语，啊，讲无啦，啊，都这个节目都看的拢少年的较侪啊，对啊，啊，尾啊，我查一下，我是讲对吼，我身为唱台语歌的，其实嘛是爱适时的哈，在类似像宪哥像很多年轻人在看的节目。嘛爱讲一下台语的，这是有影啦。但是我讲一下，立友哥吼，主要就是用歌咧做推广，对无？像讲大连的话，可能主要是用这主持啊，这个部分。啊，但立友哥的歌讲真实的，只要全世界吼，这个听台语歌的人，对你的歌都是如数家珍。所以咧，今日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上新的专辑啦出现咯，就是我做你的靠山。立友哥，你即届吼，这个造型吼，你应该小看一下哦。哈利波特，你爱睇啊？你安尼互大家看？系啊。哇！你为什么熊熊爱挂目镜？你目睭明明迄个视力就少，免坑开话啦。无啦，为着要讲真啊，我嘛唔知啊，就是造型啊，造型啊，啊都用一个。用一个这改变看卖啊！是，我做你的课，算阿面顶够一个迄落警察先生的无啊？你拄只要落来进前讲，我呢就成哈利波特。我今嘛不是讲就成哈利波特呀，我无改变呐。拄啊好一个坡啦。哦，因为这一首这首歌做你的课，算是这个警察之歌嘛。啊，警坡力士哦，坡力士大嘞。为什么这届要雄雄来这唱一首歌献给咱这个警察伯伯咧？无啊，这个代志我们运作了一年多了啦。真的哦，因为这个孔锵老师，他一直觉得说，是不是要有一首，要写一首歌哈，来给这个辛苦的这些幕后英雄哦，警察先生啊，警察小姐啊，还有这个军公教，还有包括你看这些警消、义消，搜救总队或者是巡逻队员，对，你看哈，咱家也无熬英雄哦，咱天啊安心啊困一醒啊，啊过年的时阵人伊拢无放假，这有影，透风落雨，拢为着咧运作这个社会，诶这个安定，对无？啊保障咱的生活，你看，伊拢安尼拢徛伫个家己的岗位，啊点点啊咧付出，对，啊有当时哦。做甲老官，风险甲老烂，这有影，对不？那所以就这个机会啦，啊用这首《我做你的靠山》，想讲来甲打气，来甲勉励，啊用这首歌来献给长久以来哈，
点点啊咧付出咧，咱才无好影响。哦，所以我即马一看吼，上大声这首歌曲咧，我做你的靠山，即、這个曲吼、哦、是就是孔锵老师所写的哦。对。第二条歌、第三条歌、第四条歌，全部拢孔锵老师写的咧。六条咧。六条拢伊写咧。六首。哎呦。哎，下属迄是老师的太太。啊，有的还是编曲对不吼？哦，下属是孔锵老师的太太。对啊。哇，这是什么款的机缘？讲这个孔锵老师。其实老师因较早的拢有咧创作啊，但是因为伊的时间拢很好，给演给改啊。对对。伊都拢你看，台湾的这个综艺大哥，你看飞哥啦，诸葛亮大哥啦，蛙哥啦，你看开这部于大哥，等等，这足侪大哥开。歌唱节目就是拢出伊啊，综艺节目嘛拢出伊，对，所以就无用咧，已经时间拢落伫个遮啊。啊，其实伟伟姐哈，伟伟姐就是师母哈，伟伟姐跟孔锵老师，静姐嘛拢写一挂创作的歌吼，比如张秀琴姐唱，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，对啊，这个音乐造诣遮尔啊深，遮尔有才华的人，孔锵老师，我。就想要甲邀请来，吼，安尼来甲制作我的唱片者。啊，不过伊的时间拢一直拢敲袂起来。对。啊，所以我不管啊，因为我已经等足久的啊。是。吼，啊，拄啊好，即届拄啊即个机会，我做你的靠山。因为老师是进前是即个咱景广的音乐总监嘛。是，这我知影。啊，所以伊拄啊好有即个机缘。对。伊讲，哎、我写一首歌吼，来勉励咱只警察同仁。嗯，讲什么歌？伊讲，哦，对，我做你靠山。我这歌词真有意思的啊。嗯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梅洛里嘛，安尼真通俗啊，对，很通俗啊。啊，就速速来进行这个代志。嗯，啊，我就讲，一首敢那无够。一首歌，敢那无啥，结果了落尾啊，通做六首安尼。不是，无啦，啥物唔啦，六首啦，我看规期来用规张的。规题曲盘啊，连制作人拢变孔锵老师诶！你但是我讲一下吼，这已经是吼，这吼公亲变叔侄。我你讲啊，这几张老师，这几张老师的对啊，真正啊，吃力不讨好，阿伯啊吹过啦。哦，真拼呀！斗他呐！啊，斗他！不是生囝啦！哎，阿伯啊，吹过，对，敢那是倒塔哦，倒塔，哦，倒塔，哎，哦，因为真正伊哈，即内底有足侪，即个编曲的部分吼，足特殊的哈，一个专工家己去日本买迄个音效器，嗯，迄效果器的对吧？啊，即个，各项的即个乐器啊，像咱即摆即个，你哦，即摆诶，我做你的靠山，专辑内底编曲，伊拢是真正吼。这个本拉巴的，真正叫本拉巴的老师，你把老师写本。本萨克斯风的，真正叫本萨克斯风。啊，本横笛的，拍鼓，真正叫拍鼓。因为一般咱我过去的拢是用 MIDI， 其实足侪拢用 MIDI， 因为 MIDI 合成乐器较紧。嗯，哦啊，嘛较俗，这有影啦。经费费用较无遐上掉，是啊，对，费用较无遐上掉。我五张拢唔咪掉。老师吼，老师足听话嘛，伊，但是我知影吼，我知影这个足侪部分的是伊真正家己拢，佮家己佮自掏腰包的，伊家己吸收的啦。因为老师对这个，伊头一摆吼，安尼遮尔啊专心制作一个唱片，对，伊的。即个吼也品质爱国用，这是民主问题，这落去是永远的。所以，伊若感觉倒位吼，佫无好，无够水，特别佮伊的要求，伊就佫叫迄老师来啊，分品啊的啦吼，啊，佮爱里边农民些佮收啊，佮洗啊个啊，啊，这费用拢会吸收。哇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啊，但是吼，我只话讲，老师自头到尾吼，安尼定调调，啊，出来这个成品一定是足完整足好。啊，咱今日吼上大声就来听这首歌曲，吼，叫做《我做你的靠山》。咱个 MV 通看哦，只要你即马甲视讯拍开吼，拢看得到。啊，加好哦。我们会把这个 MV 给放下去，来 check it out。
牵着做阵行，情义路上我是你的伴，脚步踏好正，抬头向天看，风也啥老好人通听。虽然风雨大，有你陪我袂孤单，斗阵唱出勇者的歌。这么很牛的是咱台语歌王翁立哦，立哦哥立哦。哎啊，那讲到吼，这立哦哥今下来咧，就是一个好消息吼。上新的作品叫做《我做你的靠山》，而且这张专辑非常特别的所在，就讲咧，这是由孔锵老师吼来做这制作人，无论讲乐曲啊，讲编曲，全部拢伊家己。好啊，最主要亲力亲为。咱今嘛吼，咱的。即个朋友吼，有当时你若开车，爱出来底音响嘛拢足赞的，车音响嘛拢足赞的。嗯，啊，即块专辑吼，较特别的所在就是，你若专辑个用入去吼，啊，落入去，是，咱会当试咱的音响，伊的鼓吼是真正用真正的鼓入去拍，唔是 MIDI 鼓，啊，啊，乐器拢是用真正个输入去安尼一个一个拨。对对。内底有一首歌吼，深夜的Melody吼。是咱八月份，咱台湾，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这个音响大展，会来台湾做，安尼哦，会开幕歌曲啦。哦，前面 melody， 哎，啊，足特别的啦，真特别的一首歌曲啦。是是，那讲到孔锵老师吼，要来做这做人际的部分，就代表讲咧唱歌的时阵，伊妈会得现场，对不？对啊。哎，就讲顶是讲，伊要甲你讲，你爱哪唱较好，较有符合表演。哦，啊，老师，伊咧，我是。讲伫现场乐队的时阵，吼，知影讲啊，这个对号准，吼，迄个有对着办就好啊。但是伫录音的时阵，有啥物款无同款的一挂表现无？甲伫个电视吼，甲伫个电视是无啥同款的，甲伫个电视是无啥同款的。但是嘛差无济啦，哎，因为阮嘛拢熟悉的啊吼，但是私底下呢开玩笑啊，安尼拢冇紧，但是伫个工作上。伊嘛足要求的呢，足要求的。哦，嘛足要求的，未使官声笑。嗯，啊，我嘛未使凊彩。对。啊，所以我知影。嗯。两个咧制作的当中吼，咧制作的过程，该当爱吼严肃，该当未使官声笑，该当爱足认真去面对的，就是安尼。嗯。哦，啊，咱甲做好，做好作品受到大家的这个共鸣，是。甲喜爱，迄轻松才过来。嗯。所以其实。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倒位，那感觉不好的老师嘛，目头嘛会夹夹。安尼哦，哇，哎，所以哦，孔锵老师一般来讲，对，尤其是对这个较少年辈的这个歌手吼，只要你不是讲啊，想过迄落考试还是安怎吼，老师一般拢会对你足好的。像讲我嘛是吼，感觉老师足慈祥的哦，较罕咧看到伊个严肃的迄一面。那我是想讲，伫录音室内面，伊这个表现呐、也算是有在这个符合他自己的专业要求里面去要求到一个水平，对不对？老师会受到，会受到所谓咱吼，咱只高音呐吼，咱只后辈会敬重，包括咱所敬重的这些综艺大哥，嗯。会疼惜，就是因为伊伫个即个
业界啊，不是单单这个财业啊，这个琴业呢，哈，不是情理而已。伊这个真正的功夫是面对人的问题啊，对，诶，这个情绪啊，管理啊，态度啊 ，EQ， 啊，这个，哦，当时这个话，你讲话，这个让人感觉这个温暖的感觉。我其实我，三不五时啊，对，有当时会打电话给伊，会甲诉一下苦咧，因为。行个街这条路是，咱坦白讲哦，辛苦是伫倒啦。是，嘛足侪好朋友一定讲，啊你定下咧讲辛苦，无好行，啊毋是同款行到今仔日，那有影啊？你着穿水水，对无？等领薪水，对无吼？啊，但是是安那讲安尼，只靠恁搁要行，啊实在是靠伫咧倒。其实唱歌是大人诶，我甲大人咪拢同款，阮拢就爱唱歌，但是就是唱歌。落迄个舞台，爱面对的是有当时是人甲人之间的迄个不确定性，啊，咱袂用接人的球啊。哦，那拄着迄有心机的啦，啊，较有迄落，咱嘛唔知啥物意思啊。啊，所以会愈来愈对人的这部分的失去信心。哎呦，会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袂晓去啥，袂晓去做一个春秋。是。那呢？啊，这个时阵，就要紧的，紧来请教这个。第一个教四十年，主力的这个孔锵老师，吼，伊毋是干那弹琴尔，伊个吼做你的心灵啊，心灵的导师。那讲到这吼，真的就代表讲安尼先拜吼，爱这个照顾，这个后辈对无啊？啊，对少年的嘛，介这个照顾，你嘛介这个精神算讲记下来。像讲最近我伫咧报纸面顶看到，因为大家拢知影。朱大哥的这个已经离开大家的身躯边，吼，啊，晶晶，啊，谢晶晶。哦，你真正就嘛是有情有义啦，那个港公司的师妹，你就嘛伫媒体，吼、哦，所有的媒体面头前，你有哥，你就讲未来也好好啊照顾晶晶。阮拢有这个，其实阮拢有这个共识啦。其实，甲孔锵老师也好，还是讲我周边的诶，即个好朋友吼，即个界即个好朋友，其实大家拢有这个共识，就是讲，这个朱大哥因为。伊在生的时阵吼，嘛拢安尼甲咱牵扣啦，啊嘛甲咱听说，无照你讲，伊一个遮尔啊，遮红着的吼，啊红遮久的，地位遮悬的一个前辈，坦白讲，要接近伊的一堆啦，啊，是安那今仔日咱有迄个机会，伊私底下伊嘛请我食饭，吼，朱大哥请食饭，迄真正迄敢若。嘿，敢那去钓钓乐透啊！啊，伊个要坐我的车，你知无？伊个要坐我的车，讲叫我去甲载。哎，因为真正甲我讲，阮爸爸要请伊食饭，我真啊假？你那遮临时？我甲真正讲，那遮临时，我车无去洗咧。啊，我嘛无拍啦，我伊啊，我系啥物？我车遮垃圾。伊讲无，你着来甲载，不要紧，阮爸爸未去嫌嘿。嘿啊，啊，着讲要带我去食伊爱食一间餐厅。啊，敢那甲因厝内底人尔。足单纯的呢，啊，我就看到迄个一个遮大牌的艺人，未结亏的一面，私底下就是遮尼啊随和啊，是，啊，餐厅嘛无包厢嘞，安尼哦，系啊，啊，但是迄餐厅有阮请一位吼，嘿，较角落安尼，啊，伊请你食啥？我就想要了解，请我食迄个餐厅啊，哦，就是一帮台菜的，鸡料理啦，哦，啊是迄个，伊啊有一个动作吼，就是。怎啊了？我徛起来对啊，啊徛起来吼，啊提碗啊，啊卡汤啊，挂菜粿啊，啊卡啦吼，啊怎啊碗怎啊提来帮我，怎啊要提我啉啦？安尼哦，我朱大哥我家来就好啊。伊讲吼，无，爱感谢你吼，安尼吼，安尼拢教阮祖囝安尼牵绳，吼甲照顾。我无啦，这应该，啊朱大哥这应该，伊讲。我搁落来吼，我未来日子就是要为这个囡仔拼，为这个囡仔拼。这是外久以前的代志啊，差不多已经有发现到伊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有所以已经开始咧，开始咧做一寡后尾的动作啊，你有感觉？迄阵唔知影讲遮尔啊严重啦。但迄阵就是会雄雄的吼，朱大哥吼，这个动作甲伊咧讲的话，迄个感情。哦，迄、那个亲情啊，你会叫伊感动着。啊，真好啊！佮一直要讲要介绍，伫个伊社会上有熟识甚物人，甚物人，讲要叫我介做伙哦去倒，要介绍一寡，吼、
人就对了，要一寡迄个足大人物，我熟悉。是啊，我就感觉讲哇，何德何能？啊，尾啊，你看伊这个主演的电影叫《大吊哥》。大吊哥对。我知影吼，一般吼，这个电影的主题歌啊，电影主题曲，尤其个诸葛亮啊主演的。即干那主题曲有，反正都有足侪人要捧钱啊，可能几啊百万买来看会当唱着主题曲。啊，伊几啊百万伊无爱弹。哎呦，啊是安怎？啊怎啊拉好，互我甲谢晶晶唱。当然最主要，我讲真正的，伊，我袂晓讲的，因为我感觉真正足，感觉吼，即摆想起来是感觉啊，真唔甘。啊，但是我着希望讲啊。大家听少诸葛亮啊，吼，咱遮个影迷啊、歌迷啊，吼，那甲你有同款，拢会当烧火连盆啦。对，这种影，这种影。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讲，你有个一般来讲诶，对咱咱这个歌坛的这个后辈嘛，拢是非常的照顾。我会跟你讲，我你近摆来我的节目，我嘛有拢甲你感谢，就讲我未出道之前，你有个就直直甲我鼓励讲，啊，你会晓唱，你就继续努力拍。咱坦白讲吼，我唔是一个。真好斗阵的人，哦、啊，我嘛唔是真，真诶，你甲我讲啊，伤好，我是看人咧照顾。哦，咱坦白讲，因为你讲要照顾，甲全部拢照顾会到，迄是我讲讲真诶，我讲讲真正，迄较无可能。但是咱伫咧照顾迄种吼，敢若讲爱真啊，第一就是爱真，爱有大有细，吼，啊肯食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像迄。今嘛讲真嘞，为个迄就安尼看起来白目白目个，真嘞啊，真嘞啊，迄看白目白目个，啊，迄种无大无小，你请问迄，咱要提啥物意愿去照顾？迄我讲真嘞，嘿，毕竟我嘛是讲真，我嘛是真卡囡仔，我嘛足，我但是我嘛足土的，真土啦，我嘛算土土啊。哎呦，我讲你，但我讲因为哦，你又搁在底下鼓励讲啊，去面卡徛久的人个啦，吼，啊，所以我今日哦，又还阁继续咧即个唱歌吼，啊，向即个你又搁诶这条路继续咧好即个奋斗吼嘛，是因为你又搁做一个足好的标杆，吼嘛，好参像讲一个即个歌王，伊对我来讲，伊嘛敢那朱大哥迄种地位同款。嗯，没有。我你莫买受受不起，但讲下去哦，最新的作品哦，这个我做你的靠山，我过来这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。这一次的歌曲哦，很多首哦，哈，里面第二首歌叫做《亲亲不了情》。这首歌我非常的喜爱，我讲真嘞，这首歌哈，咱若爱去 KTV 唱歌，是，或者是呐，有咧参加歌唱比赛，哦，你这个好朋友哦，这条歌恁家联络好，安尼。伊个规个迄个架构哈，真完整，恁听着知影。来，就有迄种，我听深听有迄种日本迄新的演歌迄种感觉。新演歌。我伫内底有南足济味素哦。哦。哦，迄几口个就南一挂味素。来，同齐来欣赏《亲亲不了情》。想着你，永远是乱。
你听，听我哭出声。你是快乐的鸟只，感情所放不掉你的影影。对你的爱，日日夜夜来牵挂。对你的心，用千言万语讲也讲不完。这段深情不了一人，伤到灵魂出一半。想着你，是乱乱无声，用我的命向天地来求断，用我的情刻在你的心肝，一串搁一串，一段深情不了情，缘分难离减一半，多情的。报道联播网报道真无闲的节目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人呢。即马咧哇，伫咧咱全台拢听得到啦吼。赶紧的哦，伫咧网络上你会当拍开咧这个视讯吼啊，来看到咱的金曲歌王王力宏，力宏哥你好。大家好。啊，力宏哥上新的作品叫做《我做你的靠山》，真一段咧，咱已经有讲这个即个制作的这个过程，啊，个咧啊，伊最近咧无闲的一挂代志吼啊，这个非常的恭喜啦，我们这力宏哥呢，除了说吼这个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出了新片以后，今嘛过来演唱会啦！是哇，力宏哥，你的这个演唱会，这个小巨蛋哦，对，就是出道那个二十年，已经二十年了咯，哦，二十年啊，二十年，哎，刚这哈，哎呀，啊，刚刚慰劳自己一下，然后好像是老天爷。你今天是慰劳歌中听众朋友，不是慰劳你自己的。对对，小巨蛋就忝了。刚才是对家己当初时，安尼戆头戆面哈，啊，选一支麦克风喎，哈，啊，今日就讲要讲戆我来做歌星，当初时的戆的烂，啊，二十年后，哦，安尼一路安尼戆戆啊，行来较近，刚才是一个里程碑，是，哦，啊。嘛，我嘛甲当作敢那天公杯啊，送予我伫个二零一七年、二十年后一个礼物啦。因为这个小巨蛋的这个哈，台北小巨蛋的这个申请就拍申请的，我拍两年过啊。我输底啊，稳做两年过啊，得就拍过的嘛，真侪人咧拜啊。较等咧，两年过就代表讲是顶届迄个坚持演唱会伫咧迄个 TICC 嘛。对啊。迄个时阵，你就开始咧主动咧报名哦。啊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，李空二零一二年办选，啊，二零一三年哦，本地甲我办演唱会即个头家，伊就阁继续阁排队啊。伊想要伫个二零一三年的五月九号，五月九号是我的生日嘛？是。伊想要伫个迄天，和我徛起滴小巨蛋。哦。啊，但是我迄阵吼，就是感觉哇，安尼伤夹啊，啊，阁来一点啊哦。忝，心咧真忝啊！面对一寡利利扣扣的代志，是人的问题啦吼。然后怎啊想讲暂时按下，啊有可能就是迄阵我人败啊，啊你阁无爱，所以吼迄阵可能安尼吼，怎啊过来我要阁顶败吼，
捷运局啊，台北捷运局的对这部分的开哈。科鲁啦，是，因为你已经有一摆黄牛的，你甲我办婚照的记录啊。哇，这秘辛呢，所以，所以过来过来个摆，我相信困难都较悬。对，结果竟然啊，伫个即个2017年的时阵，那雄雄，过啊，所以过雄雄去寻到这两两煞煞戆戆，因为多两年关，我那戆戆咧过啊，等，真正去等到。这粒蛋啊，我靠，小巨蛋，哎呀，煞雄雄剩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在筹备。对，我讲所有安排可能拢是上好安排。是，你拄啊好这个新专辑吧，我做你的靠山。嗯，这是第几张？嘛推出了，第几张啊？咱第十几张吧。第十几张啊！哇，已经是伫咧这个公蛋的吼，这个刚一年所发行的，就是这个我做你的靠山。所以这张专辑啊，够有孔锵老师这张专辑在这个唱片生涯当中嘛，算讲是最有代表性的。代表性啊，这歌的歌名我做你的靠山，这嘛真有迄个感觉哈。就是讲过去啊，咱这歌迷，恁拢做我的靠山，哈，啊，甲我支持，嗯，哈，啊，我今仔日呢，那9月2号徛起你小巨蛋，哦，我唱歌给恁听，我做恁的靠山。哎呦，真的，今届这个演唱会有一个名叫做啥？叫做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有就是 only 有的有啦，嘛是张学友的有，你看，哦，以后吼给名那边拿有好一个有的拢歌神级。真的，我早就知道叫做烧大油。我迄阵吼，大油巴士。拄啊好，你安尼讲，拄啊讲到对档呢。哎，安那，我的 only 油的油啊，就是当初是就是想讲啊，有我的偶像是张学友。啊，真的哦，真正还落泪嘞，真的嘞。来，我无相信，你的偶像是张学友，我唔捌听过你唱华语歌，以及你咧来。啊，我台语的，好，来，先唱。一路上有你，你要唱无？哎呦，这上经典的呀！上经典的吗？啊，这首歌吼，拄啊好嘛是吼，有符合到你即届这个演唱会。有你真好，一路上有你真好。哎呦，哎，真顺嘞！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。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一把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安尼三支起来，安尼拖咧就出来了，害我拢无啥物心理准备。这就是哦，因为我也要弹吉他吼，啊，这里吼，我这个占到Bingo的便宜，就是你看Bingo的就无啊，对不？哈，啊，我节目当中，因为这有三秘书的哦，对不？哦，Bingo，连刚你用迄个piano，无我跟你讲，我教你Bingo后座就讲，嘿，不要紧，邵大伦来边啊弹。
我就徛在边啊，我我就会来啊。这真正临时的，啊，拢无套好。真的。啊，迄好佳哉这条歌我太熟个。真的嘞，哇！欸，你有跟你有想过吼？你当初你参加歌唱比赛时阵，迄当初你有已经是讲下定决心来做一个台语歌手吗？还是讲其实那是有这个机会唱华语歌？迄当初嘛，无排斥安尼。嗯，唔知呢，我是无排斥，但是就是感觉，天公伯也敢那安排好好啊，就是你就是好啊，甲台语歌唱好，因为我嘛捌甲唱片公司头家啊，参详几啊摆，是，不过头家就是因为头家伊算头家嘛，所以头家伊家己生理人就讲。因为阮头样啊，我着做台语的较来啊，啊国语的吼，伊较无遐专啦，真好讲啊，啊咱着咱头家讲安尼，咱着卖去改个个淡仔坚持落去啊，吼安尼着变固执啦。哎，但是你嘛有一块专辑，你啊敢去年迄一张有无？头一首歌着一个华语歌，你会记得无？有啦，过去头家着讲啊，你既然讲啊，无我着吼插一首两首安尼。啊，但是我感觉讲，若未未来若有机会，若未就是规张拢国语的嘛。安尼毋是啊，有迄种全面性，规个主题较袂去学偏呢。是是，对无？对李友哥来讲吼，即摆嘛已经得到这个金曲奖吼，啊嘛这个咧光蛋 TICC 拢已完成。你未来佫有啥物款这个无共款的想法？你想要去完成的这个？一寡伟大的愿望，伟大的愿望，唔知啊，我感觉，我感觉我可能以后，以后变无唱歌吧。你即摆你感觉讲你人生巅峰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没啦没有啦，不是无唱歌讲唔对，就是讲歌无较重，就是讲我感觉可能对心灵吼，啊有当时会去，无来未来我反省，因为即几年拢一直有机会，有迄个机会讲要叫我去学校啦。去大学啦，还是去什么学校去做演讲，来做分享。你应该教书嘛，袂。啊，咱的时间拢吼较分配袂出来，拢爱拼事业吧。对。但是我感觉讲，未来真正吼爱有迄个时间甲机会，就是爱讲去哦，爱去讲一寡话，讲一些话啦，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自己的体验。其实你有跟我头拄仔咧问这个问题吼，是问讲我怎啊咧做友好。对不？啊，这个妈妈一直以来拢足关心你的这个人生大事吼。啊，恁小弟我吼，这几年啊，虽然讲伫咧事业上啊不成才不离国，我嘛已经补一个耳出来，已经会半了，对不？真正我拄只，你太无用啊！太，真正你甲恁某两个上好的优点，拢去互恁囝。吸气啊！吸气啊！真正啊，这吼，真正拄只我看，哎，人个人讲真诶。真正头大民宿风安尼哦，人咧讲五子登科，五子登科，你拢有啊。安尼，所以你看，人讲吼，无啦，我没有房子，然后就开始欢喜吼。啊，你谦虚，你谦虚。啊，这小块代志，迄厝对无？厝的拍拼欠，达达就是，买着。但是有诶，你讲家财万贯，有诶无？啥物拢有啊？但生囡仔咪讲你。你即摆要提一个囡仔，囡仔伫生明仔载随出来无啊？哎哎，这有影嘞吼？对无？迄有当时爱缘分的嘛。哎啊，我就是咧问你这件代志啊！啊，你安尼，你对无？你已经人生到这个巨蛋啊、金曲奖啊、什么天王之姿啊，但是在你个人的家庭，你是自己的啊，阿姨会直直甲你催未？已经催到迄个，已经催到 ending， 伊个催到 ending 拢熟去啊！安尼哦，我讲哦，阮头家娘，阮什么台，阮什么公司头家娘，你要帮你上。顶几年哦，太好笑！我若去因家，啊，暗时爱干食饭，爱食饭，爱开讲啊。伊讲，阮当年啊，看看，王丽啊，啊是要娶未？安尼啦，安尼哦，吼，更加直接哦，对啊，啊。因为早期吼，我会记咧，因后生，伊有两后生嘛，两后生娶某的时阵吼，迄阵就，迄阵就高妈以为讲，过来玩恁囝，过来玩恁囝，啊，迄阵还阁足久诶，啊那七八年前吧，啊，阮头家讲，啊你查某，你是捌啥，你是捌啥啦，即马事业当咧发展吼，哒咧就对啊啦吼，爱专心吼，是查甫人爱拍基础啊，是不安那，安那，但是即马佮经过像。但这啥三四年前的代志吧？哎，四年前，阮当年去阿问一摆了，我就甲讲，头家娘，
你要甲我问的吼，即个话啊，我拢已经有答案嘛。什么答案？我的答案拢是恁翁，就是头家赐予我的。哦，伊甲我栽培，即个歌就是我的答案。哦，你去问一摆。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无啦，你问一摆，你拄则问我啥讲？啊，伊当时要娶啊？我问天啦。你也笑、喔？你伊当时要娶啦？嗯，未使讲的秘密。伊讲你个讲，哇！你当时要做？求签啦，求签啦！哦，拢挂名，拢挂名，够好笑！太厉害了！哦，够好笑！啊，就是啊，我就感觉有当时，我感觉真正，我有当时感觉也蛮悬的。对，我人生的答案，敢那拢我挂嘞。那你问啥？我问天。嗯。所以真正这种。莫讲我的问题，你像顶两天我去录影，拄到迄个小庄，小庄啊，阮两个拢罗汉卡啊，啊两个拢会小破刀嘛，啊伊年岁佫比我较济，啊讲到这讲到到尾吼，讲真诶，两个吼，拢会看天，叹一声，长叹一声啊，因为就是讲吼。阮互相拢会甲对方鼓励啦，啊事业啦，啥物吼，嘛拢已经有一点点啊基础啊，经济啦，种种啥，哟啊这，但是，阮尾啊发现一个问题，啥物问题？眼光伤悬，安尼，标要求伤济，啊伤传统，伤过头传统啊，伤过头传统啊，因为小庄嘛足欠的嘛，啊伊嘛足传统的，啊足有责任的嘛，啊，就是伤过传统的讲。要找就爱找一个伶俐的，因为你无你找一个，你找一个来踏空的吼，还是讲来尊都好的，来踏空的。你讲来做交代，安尼袂使啊！你无你反正啊找一个，比如讲足爱耍，还是讲讲话袂投机的，感觉上敢那袂透尾。但是你知影无？危险嘛！大家拢想讲啊，无你就娶黄思婷嘛。恁两个不是情侣，你荧幕情侣对不？而且问黄思婷的时阵就讲啊，头家啊。就跟你和我的歌同樣一切隨緣，他也同樣也可以拿這個歌出來說這樣，有啦，很多好朋友喔，真的都很給我關心啦，啊，人坦白說，藝家的女孩條件好的也不少，像你剛才說的詩婷，啊是，但你已經跟他是叫兄妹之情啦，不知道呢，啊就，啊，什麼？對，什麼？兄妹，兄妹之情啊！兄妹，阮公司嘛几个，拢是我的师妹啊！啊，但是这先把这个九二这个九二共识，共处一室。9月2号共处一室，先把它完成，我们之后再来谈人生大事。所以呢，今晚吼人生大事，更加重要的就是呢，今年9月2号迄一天呢，我们立友哥要进攻小巨蛋，啊，那是要买票。哎呀，即马会当开始买票啊呗？即当时报出啊，即个随时就报出。咱即即马5月份嘛。会啦，买票啦，迄个拢去我粉丝团遐都会联络电话。啊，6月1号，6月1号开始买票记者会。啊，我刚那2号的会当拢买掉。所以我们6月份赶快来订票。6月2号转台湾的拢买掉啊！哇，哎，也是一个大市集嘛，大大娱乐，看他给他办演唱会即个。公司嘛，大大娱乐伊有一个，伊就是售票系统叫大市集，啊，伫个便利超商啥的拢买着。不过我知影足侪好朋友拄着我讲，啊，阮也袂晓去饲遐啊，阮也袂晓去饲啊，阮也足费气的啊那那，啊，阮有电话啊，你卡去阮唱片公司嘛会使啦，啊是我迄个粉丝团，迄种迄个。我有专门的诶找伊来啦，阿伯来波多林波邦来这留言啦，我们小兵直接帮你回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今天哦，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立友哥呢，来这边跟我们这个聊天哦，我已经真正三年无访问到我哥哥安尼吼，而且对于这熟练的，哎，今日要来哦，我嘛足欢喜啊，这里祝福我们立友哥呢，真的哈，不管是在他的事业哈、人生哈各方面呢，哦，弄来当顺顺利利安尼啦，哦，那最后这个我做你的靠山，谢谢，哎，来我。讲迄个什么？绯闻情侣有无？啊，黄思婷真正即地国出现啦！你看，啊、思婷姐你是哈？思婷就好，你即马吼，佮加一日姐也去配面哦。唔是啊，人讲真嘞，啊，人个查某囡伊个保养了算嘛袂歹。你甲叫安尼，人查讲，因为我知，因为我知伊几年出。虽然咱两个拢差不多伫个国中还是高中，就听到相车咯。唔好佮安尼。真的嘞。
你今天你出道就过啊！香车罗他，你讲你出道已经二十年，已经二十年以上吼，超过啊，伊超过，我得讲，你得要三十年啊吧？我会记，我会记，真诶，迄阵我敢那高中吧，高中就听到香车罗口啊，真诶咧，我那高中你超高中吧，差不多。对不？我69年次诶。对啊，较早来宾格总理嘛，讲我读大学听到香车罗口。啊，即个我诶专辑嘛，即个我诶专辑，嘛是再度邀请哦，这个咱台语的上水的漂亮宝贝，对不？黄诗婷，这回来合唱这首，孔锵老师阿阿伯，原创的创作的这首歌，歌名叫《亲门打虎》，你看嘛？是你亲也门打也好，还是伊亲你门打你也好？那唔知呢，啊，大家听看嘛，倒一个确实讲，迄个门弄破，弄破，弄无通知，就讲装入去的。好啦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利友哥哈，啊，这个利友哥最后够向咱所有朋友来这里好好的宣传一下你上新作品。谢谢。这首我做你的靠山，这摆的专辑嘛，我做你的靠山是安尼，咱会当献予足济，咱要感谢的人，其中。哦，当然，这首歌是这个警政署《警察之歌》以外，这首歌咱嘛会使献给咱的爸爸妈妈，咱会当甲咱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过去恁做我的靠山，对不？未来我大汉，未来我有能力，我做恁永远的靠山，我做你的靠山，我甲恁照顾好，就像大人的甲伊的太太，对不？对不？啊，生这个邵小伦，伊叫啥物名啊？邵小伦，邵小，真的啊，真的假啊？哦，真正叫邵小伦，对不？即马因做伊个靠山，好好啊培养，未来细练的嘛变大练，大练的变巨练，对不？哦，会变足大练的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做咱的靠山，金曲歌王 Only 哦，记得哦，我做你的靠山，哥9月2号演唱会成功。才会当换你的手，等你甲我听。
请问大伙